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欢迎来到爱玛小厨房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菜吧。甜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跟蛋白质，减肥的人也可以多吃它哦。然后我还准备了红甜椒。还有玉米笋，把菜都切好以后，就装上搅拌螺旋桨，然后菜都放进去，让胖虎去炒菜吧。放一点橄榄油，一点水。胖虎在炒菜的时候，我们继续来准备第二道的材料，把蒜头切末之后，还有小番茄，小番茄对切。把猪脚肉还有这个泰式党泡酱加进来。把它们给搅拌均匀，这一道其实也是蛮简单的。第二道备料完成之后，第一道的蔬菜也可以出锅了，撒一点盐，一点胡椒。我出去采了一点自己种的九层塔，自己种的就是很方便，新鲜现采。最后剩两三分钟的时候，把它加进去搅拌一下，九层塔可以增加香气。